臣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懿，你能明白这吗？啊！皇上，皇上来了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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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穿的寒布的服饰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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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朕在这儿呢。 朕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皇上看住寒布，都换上了寒布的衣裳啊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啊。小姐，给皇上请安。给皇上请安。 都起来吧。 小姐，见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寒布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，那朕就为你变成寒布男儿。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 皇上万岁，万岁！荣贵人大喜，大喜啊！朕叫你们来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在宫中所有人都要容得下荣贵人，与她和睦相处，别再闹出什么和宫求见之事了。臣妾知道。 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荣贵人，愿荣贵人与皇上两膝相许，珍重到老。皇上，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，不如让他们回去吧。也好，金钟啊，好好的奖赏寒布族人，好生送他们出去。这，相见公主，如今看到大清皇上这样待您好。 待咱们寒布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这下太好了。好，好。小姐，你看，朕接来的这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壮丁，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该留在寒布振兴家园，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陲风烟，需要好生照顾。朕会把他们全部接来京城。 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，可也在要挟我。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了，至死也不能，对不对？哼。皇上，这宝月楼的风光，臣妾等已经鉴赏过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 皇上，那臣妾等也就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臣妾伺候您更衣吧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也好，相见啊，你也累了，你先下牢等着朕，好好歇一歇啊。 相见好好活了下来，也终于肯留下了。如意啊，朕要谢你啊！皇上得偿所愿，臣妾恭喜皇上。嗯，还请皇上更衣吧。朕并不觉得穿着寒布袍服有何不妥啊，朕是天下人的天子嘛，着自己子民的衣服，不论哪个部族都很妥当。下去吧。 这，皇后坐吧。皇上，满蒙联姻多年，关系最为密切，也不见哪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。
皇上这么做，臣妾担心会让蒙古各部寒心。皇后啊，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，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。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，本该一喜俱喜，一悲俱悲。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答应皇上所托是因为皇后的身份。作为妻子，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。 臣妾不知道如何替您高兴。皇后，臣妾心疼容贵人。哼，心疼容贵人，朕已经给了容贵人正式的名分了，朕会好好疼她，也会善待她的族人。皇后你，只要做好六宫的表率，善待她，朕日久天长的，朕相信容贵人有一天会知晓朕的心意。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 希望皇上有一天能明白容贵人的心情。如懿，你说的，朕何尝不懂呢？朕原本想让相见入宫，接受韩部的示好，也让边地各部落和睦，想着他入宫之后，冷着他就是了。可是朕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 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，如懿啊，朕是真的喜欢他，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，朕是真心希望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，如懿，你能明白这吗？啊，皇上的一厢情愿，如同曹植吃对洛神。 皇上，您只是给自己画了一幅洛神图。就算你换上了曹植的衣裳，洛神也不会对他倾心的。你讽刺朕呢，如懿。朕以为同你说这些，你会明白的。皇上。 臣妾陪伴您多年，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。可自从相见入宫，皇上赐己封魔之赐，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。皇上，您就当臣妾不懂您，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。臣妾告。 如懿，如懿，娘娘慢点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安。起了吧，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命臣来此为皇上和 容贵人登入华厦。啊，林大人，去送一送皇后娘娘。